好了，我们呢就是流浪者的主线任务要开始了，流浪者日本航海探险的第一集。日本ですか？究竟我们自己开船出国，到底要做哪些准备？我们应该准备了超过一个月吧？超过。从一月就开始了。嗯，好，其实准备是有点太长了，主要是要等天气，等天气。对，天时地利。OK， 期待一下，拭目以待。船只上架主要是检查保养水线下的设备，例如螺旋桨和船舵系统，还有流浪者此次最重要的任务——捕船底漆。这些工作都是为了确保船只航行的安全及性能的维持。刷一个，刷一个。不要刷也那么帅好不好？快一点，效率开始捅我。效率，效率。这最高。天板烧啊，是什么？羊肉、猪肉、牛肉还是布拉鱼？布拉鱼。OK， 稍等一下啊。布拉鱼，慢慢吃啊。啊！通往上架，第一件事就是放饭。下蛋就是刮船底，把一些残留在上面的海洋生物把它刮下来，因为台湾的水太营养。哦，好浓郁的海味。野蛮部落流浪者船底下，船底工程。哎，研磨，我们现在在研磨船底。我们现在要在上。船底漆之前，要先把底部的藻类跟贝壳痕迹都磨掉，要求完全磨，大概1/300，我们大概要研磨一个礼拜才可以结束。我现在完成了第一天的打磨船底的作业。那显然呢，我们完成不到二分之一，进度跟我们想的有点落差，完成不到二分之一。尽管我们已经很尽力了，现在双手已经一直在发抖，对，压扁。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现在进度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已经把船底研磨的差不多了。嗯，今天的工作就是要把船底再冲一下之后清干净之后来上漆。没错，上漆的话，我们要先上漆。就直接上面漆，面漆，因为我们没有把底漆磨掉。通常漆都有分很多层，反正我们就是没有刮到很深层，所以今天主要补的是面漆。要不要先讲一点遗言啊？不是遗言，首次登天啊！我爬上那20米，希望加上陆地大概8层楼吧。加油！自己的撑也自己绑，伞兵第一个跳的伞要自己绑，啊，扬掉，好恐怖哦，还会晃哎，脚搭着，不会晃的呀，等，来，让我感受一下，我怎么平衡呢？从内壁这个过，脚靠着就可以扶着那个就平衡了，不要拉绳子没有用，直接抓桅杆，那我怎么抓桅杆？我也这个，哦，很恐怖哎。感覺好恐怖啊！我上去，我脚都会夹很紧，可是你手放下，你分牛不会掉那个感觉。等一下，现在绑第二条确保绳，好恐怖啊！我觉得怎么问你对你们呢？傻眼，这是 respect。再来，再往上一点，再往。怎么可以在这边做事情呢、啊？要掉一个钟头以上的，那怎么做事情？哎，好了，快到二分之一，好像还没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这边，我等一下就是要经过这些东西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所以你的脚不要 K 到哦，哎，包包也不要 K 到哦。哇，您老司机嘞！哦，要过了。哦，我要直上云霄了啦！啊，哎，整部影片都是我在骂脏话哎，但我受不了啊，我在发抖啦！我现在已经到哪里去了？好恐怖啊！不要看！好，快到顶了。
帆船的桅杆除了升帆之外，上面有许多仪器，例如雷达、风速计和航行灯。爬桅杆主要是检查保养这些设备或更换零件。这是阿佑的工作，主要是更换升帆绳。等一下哦，哦，我的鸡鸡好痛哦！在上面掉了应该半小时，超过超过。我内裤都湿。哈哈哈哈哈！公司没有啊，只是尿裤子、啊。没有啊，搞完这边整个挤到这边来。我刚刚一度都这样，然后浮在这边，我想哎奇怪，我怎么摸不到？摸不到，搞完了我就这边。好恐怖、哦！好恐怖。你完成了、啊。我刚刚上去之前，我心里就想，但不行，就是，很棒，就是蓝教假都没上去，我就一直往上看。所以你看我一段时间我都讲。要来介绍一下呢，我们这一趟要长航到冲绳附近的船员介绍。我们两个就不用介绍了。对，我们俩就不用介绍了。对啊。好，大家应该都很知道，反正我们两个就是菜鸟嘛，才会玩了两年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长航的经验，这样。对。我们野蛮部落的行程。好，欢迎金孙。野蛮金孙。欢迎啊！就是这些影片中大家也看过，就是曾经跟我们航行过蛮多次的金孙。金孙，我们这趟日本航程的最后一位船员，那他也是跟耶稣很有关系，他就是耶稣的爸爸，日本阿信。大家好，我是日本阿信。哎、欸，还是新装费翔，我记错了。新装费翔，靠！因为原本是我们想去菲律宾嘛，那经过我百般的劝说，因为我真的是比较怕死的，对，那去日本我就有安心一点，然后也查了很多资料，其实那边也很漂亮，对，然后也其实还是有蛮多值得探险的小岛，所以内心上有从恐惧变成期待多了一点点。其实有什么想法？很期待啊，我都把工作辞了。我比较害怕的是现在武汉病毒的问题。航行的部分的话，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很有 seamanship 的团队，所以绝对不会有问题。关键就是只要你会怕死就好了。其实我是蛮忐忑不安的。哦。对这个未知的大海，从来没有出国过。嗯。其实心里是既兴奋又紧张。蛮金城武，对于这一趟日本长航有什么心得？因为其实我们会有长航的计划，都是他的发想。我觉得反正一开始就是算是我的梦想，然后现在终于要去执行，就觉得还蛮要哭了。好，那个卫生纸，我现在马上哭，哭哭不出来啊。应该说期待吧，因为说真的，建佑是比较怕死，因为我们本来是要去菲律宾，没错。那我的想法就是不管就是要冲，毕竟帆船是团队运动，我们还是要考虑到。船员啊，然后其他人，我觉得也没有不好，因为日本其实也是很多人想去，就是探索，然后去探险。因为大部分大家去玩去日本都是去城市嘛，可能去买东西啊，去逛街。市区。我们现在要去采买，采买。我们现在要去补给，对，补给一些我们在这几天航行的路途中会需要吃喝的东西，还有一些设备。Go！ 野蛮三剑客。三剑客。好棒，越来越棒。我们的补给工作主要分成两大项：回生设备、航海服装，还有交通工具的采购及民生用品补给，例如食物、水、柴油，还有所有生活必需品。我现在在四川最给口，就是在航行的时候会比较不会冷。哎、欸，这真的不错哎、欸，吊带裤。现在四川真热。以前都没有想象中我们可以驾驭这种风格，其实蛮可爱的。改天在路上看到我这样，记得跟我打招呼。那个颜色很丑，够亮。对，我们今天要采买的目的是要备56餐，嗯、就是以防真的万一临时状况啦，然后就是我们没得靠岸、没得采买的情况下，我们就得吃这些泡面，好不好？其实我觉得要买台湾味的东西。就是在日本想台湾的时候，才离开一下就在想台湾。刚金孙说，他不想要自己手洗衣服，叫我们自己去买洗衣粉，只要给你洗衣服。没，他要去住旅馆给人家。哇，对，好过分。金孙就是这样，好好呵护他一下，好不好？有了，有了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你要的，好了，买这个啦。还是很小啊。OK 啊，我就是。
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啊。啊，你洗完换我洗啊。对啊，哎，不行啊。为什么？这个好像有卫生的疑虑的。你是说洗内裤的时候？如果你有菜花怎么办？介绍一下，这是如同上一支影片我提过的，只要有一碗微波热腾腾的饭，配上这一罐，包准你升天，好不好？在船上吃，幸福。金师要带你去看什么才叫做真正的罐头。刚才干嘛？这才叫做真正的罐头。那是什么罐头？大台买哦，双车双车，大买特买。我们来猜一下结账总金额是多少？啊，凭感觉好了，好不好？5600。好，那我低一点，我觉得4800。低的最远怎么样？帮赢的人cover一般。好，我猜。6000，六千。现在2800哎，完蛋了！蛋了，那我要少睡几个小时。哇，三个小时哎，我们可以多睡三个小时。这是有什么感言吗 ？I'm the winner。可以，爽。我们还买了3-4个小时，终于。对，我们多了超多给息。好了，我们结束了4个小时左右的采买，对，真的，但是还没买完，还没买完，还有好多，还有100多公升的水，嗯，还有白饭，对，就是吃喝还是有一点东西要补，所以你看一趟长航会需要多少的补给量，真的，但是这就是我们在做的功课了，可能对于我们未来要环游世界来讲会比较有概念，嗯。Okay. 可以买一个植物种在船上。天哦，大雁，原来是大雁。哦，那是什么？没有。哦，好了，对，我喜欢吃地瓜叶。地瓜叶。挑一个。等，我觉得你会这样子。不会。呼呼呼！超远。直接来吗？重头戏来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要来。开箱我们今天刚到的三批货物，好不好？海水淡化器，对，没错。而顾名思义就是可以直接把海水转换成淡水，而且是可以喝的。嗯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出国啊，假如说是去一些小岛，嗯，或是岛上没有补给的物资，嗯，没有水电，我们就不需要，对，我们就不需要加水，自己就可以产水，没错。那我们长航最后一个重要的设备太阳能板目前正在施工中。太阳能板的发电几乎足够我们所有生活用电，至于比较耗电的设备像海水淡化器和冷气，虽然还是需要搭配柴油发电机，但装了太阳能板后可以减少柴油的使用。我们向自给自足的野人又迈向了一大步。船员训练部分主要练习缩帆这个动作，因为长航出国跟近岸航行最大的不同就是会遇上不同的天气及海况，船员需要学会判断何时应该缩减帆面积，并且熟练动作，否则在海上碰上坏天气，可能就会让船只陷入险境，并且没有紧急处理的能力。脚截掉，然后你准备可以把 crew 的脚先截掉。大家如果有想要看我们到日本做哪一些疯狂的事情，好不好？不一定要疯狂，没有一定要疯狂，好不好？再不疯狂就等于。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，OK？ 好，嗯。好了，我们身为海上第一个海上探险 YouTuber， 对吧？应该台湾的台湾首个自认第一批啊，小声一点。虽然大家不一定会喜欢，但是就是我们用生命拍的影片，还是这样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一下。然后这两位都是，不，我应该说这三位都是为了野蛮部落离职，然后用生命进来这间公司。对啊，所以拜托大家一定要支持我们，好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，耶、yeah, ，野蛮，小屁哦，卡，怎么不卡？看你要尴尬是不是？什么中间？哦，跳了，跳了，跳了。